孙一宁在直播间带朋友戏弄残疾人老奶奶的视频曝光了，老人家在那边唱歌，孙一宁和朋友吵吵闹闹，言语轻佻，甚至还吐槽嘲笑，什么样的人都能直播了。一个60岁的状态，是一个非常给我笑的，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子，很迷人的。她最大的优点，她最大的优点就是牙齿不齐，然后有点黄，就是最大的优点。